Stolli.哎，有一只咩鱼？湖里的鱼儿对呈现中的路亚高度关注，鬼龙又钓到新品种，类似山菌的獠牙怪鱼。啊！不可能的一幕发生了。Francis 竟然发现两条庞大的生物在湖里一动不动，长长的身形潜伏在水面下。Francis 还以为他看到了 Anaconda。Yes， 嗨。天哪，竟然没上钩！野生的巨龙鱼果然不同凡响，一轮冲刺就抢掉大约五十米的钓线。我们的向导都是经验老道，鬼龙钓上巨龙鱼，他们马上把两条独木舟连在一起，然后用力往后滑，利用船只的重量对抗巨龙鱼无敌的拉力。那条上啊，鬼龙啊，慢慢来。不就卡住？毛毛好大条，好大条。毛毛卡好大，好大条，好大条。It's tied on a tree. Yeah. Get him. 哎呦！啊，对，会。哎呀，这开走开走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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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